7月11号晚上，林允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了自己吃火锅的照片，并配文：“图二是蘸料，香油加沙茶酱加香菜，和肉在一起特别香。今天的第一顿饭，看饭桌上几乎清一色的全是肉。”有网友在评论下问林允现在多少斤，林允直接干脆地回答说91斤。林允在之前也通过晒体重秤的数字，准确地报出过自己的体重，当时为88斤。看来虽然处于减肥之中，林允仍然复胖了3斤呢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